小黄点，这里有一个小黄点，按一下这个小黄点，然后翻到下一页。哦，小黄点变成两个了，很棒哦！再一次小黄点，哇，小黄点变成三个了，太棒了！现在用手指头轻轻摩擦左边的小黄点。哦，小黄点变成红色了，很不错哦。现在换摩擦右边的小黄点。哦，小黄点变成蓝色了，好极了。接下来在小黄点上按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哇，小黄点变成五个了。在小红点上按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哇哦，小红点也变成五个了。在小蓝点上也按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太棒了，小蓝点也变成五个了。现在把书拿起来摇一摇。哦，很不错哎，再用力摇看看。太棒了，现在把书往左边倒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哦，点点们全部都跑到左边去了。接下来往右边倒，预备开始。哦，小点们都跑到右边去了，好极了，现在把书拿起来摇一摇，让所有的点点排整齐。好，他们都排整齐咯，排成了一条直线。嗯，好整齐。现在用力按所有的小黄点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噔噔，啊，好黑哦，再一次会亮起来吗？太棒了，亮起来了。咦，有一个小黄点和别人换位置了，你发现了吗？现在用力的按每一个点点，噔噔，不错哎！现在轻轻的摇一摇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用力吹，把黑色通通吹掉，好棒！再吹用力一点。哦哦，好像太用力了，小点点们被吹走了。现在把书立起来，让点点掉下来。太棒了，他们都掉下来咯。轻轻拍一下手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哇，点点们变大了，拍两下看看。哇，他们变得更大了，拍三下。哇，变得更加大了，再拍三下。哇，变得很大了，来，继续拍。还要更多。哦，太多了。按一下白色的点点，哦，黄色的点点又变回原来的大小了，真好玩！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喵！你也可以从这一头出发再玩一次哦。讲完了。